方建议形容他爸爸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才的汽车维修大师。他六岁嗰阵，见证爸爸在深水埗开铺头做汽车冷气维修。30年过去，一家人在那里有不少的回忆。方建仪又将欣赏爸爸用开明、另类的方式教导他们三姊妹。我86年搞呢间嘢噶嘛，咁我就因为即系我揸小巴咧，就喺呢个站头啊，即系出边呢个站头。咁喺呢个站头里边咧，就适逢呢一间本身系胎铺嚟嘅，前身系胎铺。咁佢啊烂倒咧，借落好多钱，咁就要卖咗呢一间。前身的只是胎寶，不是維修冷氣，不是整的，那我就頂了它，那時候大概是80000元左右。既然那個發明人可以做到一架車出來，那他都是人，我都是人，即是我的信念就是這樣，即是他整到我一定有機會維修到。他是 很另類的，他是即係我細個唔識啦，我嗰陣時得幾歲啦，我見到佢轉變係啊無啦啦點解揸揸下小巴會去咗有一間鋪頭，咁佢同我講話開咗間鋪做老闆，我話哇好犀利啊做老闆啊，我哋汽車維修，我嚇汽車維修，汽車維修你識嘅咩咁跟住就見到即係其實屋企好多好多啲電子維修書，我本身我對於電子器材啊。他識我，我不識他的，就是我比較沒有天分，所以我見到我老爸的時候，其實有一件事就是沒有東西是不可能的。最初開間鋪，你剛才打入去這個市場，當然要慢慢去建立他的名堂，慢慢建立名堂是需要時間的，所以呢老爸本身的個性都是一個工作狂來的，這個一定無可否認，所以他在很早期的時候，我都維持了一段很長的時間，他星期一至日他都會開工的。工作狂，打斷你告訴你，工作狂呢，其實第一呢就是你有家庭的負擔，第二呢就是你對你這份工作產生興趣，產生極大興趣，你才會有狂。我記得試過一年，應該是第一年，農曆年大年初，我們看到即團年年三十晚之後，跟住老豆喺出面嗰度貼一張紅紙，年初一照常啟示。我話嚇，年初一都啟示。最初就講得冇乜嘢，但係咧即係估唔到初一開工都咁好生意嘅，係咪？係啊，因為全行都全部閂曬門啊嘛，架車一跪低，咁啊就嚟深水埗揾我老豆啦。跟住咧，我哋三姊妹通常都喺閣樓啊休息，因為我哋冇咩搞，又唔係個個嚟補胎。咁啲人一聽到，啲人一入嚟，梗係第一，哎呀，方叔恭喜發財！跟住我哋三個聽到咧，即刻死啦！哇，有人嚟恭喜發財，嗱聲走落去先，哎，恭喜發財，恭喜發財！跟住咧，嗰啲客咧就話，哎呀，俾利是咧，紅紙一封啊！咁所以嗰年啊，我講緊30年前啊，我哋每人都竇咗2000多元利是噶。嗰陣時開始，我自己開一個户口，係咁啊，慢慢係將啲錢去自己慢慢儲，係咁我自己第一筆嘅財富咧。就是由老豆嗰個年初一啟示嗰度而嚟嘅。方爸爸去年退休之後，有時會充當柴可夫，陪住女女去開工，仲試過順手客串埋廣告，造就父女同場嘅美好回憶。不過得閒嘅時候，方爸爸都係中意翻鋪頭同舊夥計街坊傾偈。10歲嗰陣時，講緊都10多年前，都我哋都幾姊妹都叫佢退休啦，不如，不過明知佢唔會聽噶啦。因為他頭先都講佢係一個工作狂啦。唔係，若果佢唔係受傷，我都唔係啊。即係佢啲呢啲嗱，呢啲係佢啲戰績啊。呢啲好濕碎啫，即係我拉傷咗嗰個韌帶。係啊，後屘就係因為健康嘅問題。因為睇咗幾廿年咧，佢手咧就傷曬黑邊啊。黑邊。今日入嚟撳多兩撳就已經係。全部都係黑嘅。係黑色。即係全部都係黑色嘅，你撳多兩撳。